因为这样子是超载的。两岁他也是个生命，好不好？那个我们这样子人数过多没办法这样载哦，因为这样子是超载的。小孩子，不然要坐几个？四个。那没有走，他们走了呢。小孩子也是人头，他是生命啊。哦，那没关系。不好意思哦。小孩子破东东西，在搭那个像这小孩子是免费啊。两岁他也是个生命，好不好？请你尊重你的小孩子，他还是个生命。为了载你们，我被罚9000块也不划算嘛，对不对？大家互相一下嘛。我没有怪你，我们只是说这个。只是那个态度不用这样子啊！你们事实上就是五个人嘛。好的。小孩子是人，不是他，不然他坐后车厢。好的。尊重一下我们司机好不好？你觉得你的小孩子不是个人，不是个生命的话，那是不是我必须把它当成是一个货品？那只能放在后车厢了。重点是观念的问题。六线爷，那个我们这样子人数过多没办法这样载哦，因为这样子是超载的。两岁他也是个生命，好不好？当然我炒也煮了煮了，阿弟也我嘛炒起，我炒起的。你要跟刚刚讲一个安尼，是啊，真的爽红灯。没关系，我们，我跟你记录一下啦，什么缘由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你是安怎？就讲迄落啦，他甲讲啊，不要不要当了，啊别头，啊当帅。你虚脱，好像你虚脱了，对。你虚脱。因为伊进前有那个这款现象。他是什么原因？是。好，都讲好了，来讲。